再过八天就要选举投票了，在这个郝龙斌的竞选总部最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文宣，里面有一个很可爱的娃娃手翘起了小拇指，形容苏贞昌的政绩是吊车尾。整个广告里面没有出现郝龙斌，也没有他的名字，不过让很多人印象深刻。而这支广告的创意正是已故的广告人孙大伟他的发想。我在台北县做得好不好，看民调就知道。你以为这是孙昌的广告吗？一只翰林小拇指点名孙昌政绩，样样吊车尾。背景音乐用颁奖典礼演奏曲颁发最后一名，送给苏贞昌。广告片中用《天下》杂志的民调推翻苏贞昌的说法，硬邦邦的数据配上这只传神娃娃手，跟着音乐节奏还伸缩自如，实在很卡哇伊。哪个小孩这么灵巧？其实这是靠电脑加工过的啦。广告创意来自已故广告人孙大伟的发想。这些 idea 当然啦哈，很多都是一个发想，然后啊，大家讨论的结果。这个想要表达什么意思？当然就是最后一名啦、而且很可爱，因为是让我们把这次的选举定位为哈选举不是那么的严肃啦。传神小拇哥贯穿主轴，颠覆传统的竞选广告，不用候选人亲自出面，也让人印象深刻。中央新闻国际徐佳瑜台北报道。